昨日，孔刘在社交平台分享出海钓鱼的照片，收获满满，乐开了花，捧着大鱼超级傲娇呢，眼神里说着快来夸我。李东旭留言，照片拍得不错，尤其是最后一张。之前韩国演员朴炳恩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与孔刘、李东旭一起钓鱼的照片，是谁又在梦回鬼怪了？鬼怪里孔刘和李东旭这个双人出场太经典了，有唤起你17年的记忆吗？孔刘与李东旭因为在2016年经典韩剧《鬼怪》而成为好哥们，将死鬼 CP 的好交情从剧里延伸到剧外，时不时会为对方送上应援晒恩爱。李东旭之前主持脱口秀综艺《李东旭想要 talk》，首集就邀请孔刘作为嘉宾，两人在节目上非常自然，有默契，展现了真实朋友的友情。祝我们死鬼 CP 友谊长存啦！